盘打完，我觉得今天比赛我不能完整，就是我要站出来，就反正我就觉得要站出来，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勇气吧。你们打团要不好跟的话，你就别跟我，就是把我卖了就行。慢慢玩，不用干了。你这牵引玩的真不行，真别玩了，给队友增加难度。不是，我看你也不太行，这个赛给你打成一杠六还不够。无所谓啊，那个、还无所谓。你都快麻了还不走，一杠六还不麻。九哥又着急了，牙刀被秒了，这个抢刀精度好伤。